对啊，几个字哦，对啊，我有点不太懂。两个字。哦哦，两个字。好，企鹅。哦，对。啊，哦，哦，是这样子计时的。我还在慢哦，慢想，我想时间没到。骆驼，孔雀。我可以讲话吗？刚刚第二个字对了。哦，麋鹿，刚刚第二个是对，孔雀的雀，不是，再前一个，再前一个，你第一个回答，羊驼哦，羊驼答对，OK，你那个脖子也是会再画长一点。，OK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题可以回答，对不对？狗，两个字，柴犬，两个字，狗刚刚子，算对了，只是通常。小狗，哎、啊，没办法，惩罚吗？哎，这惩罚的 OK，好，可是我狗画得很可爱，还要惩罚我吗？对啊。我羊驼也画得蛮艺术的、没有。欸。哇！该讲话了，OK，直接给我，OK，OK，Challenge，OK，挑战。好你可以直接写几个字啊，对吧？，OK，小猫、猫咪、两个字，海鸥，不哎、对，欸，第一个字对海了，豹。第一个字，哎、欸，对了。蚊子，青蛙，OK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那计个时，时间要暂时停，间要暂停，好，最后一题，你刚刚有回答过的，猫咪，小猫。啊，小猫，居然都是动物系列，我就想说这里会有更深的含义在里面，就是企鹅。这个原本我一开始不知道可以讲话，所以我空格是几个字的意思，然后这是企鹅，但是我觉得我画的有点像大嘴鸟，所以我开始画冰山跟海，然后再画另外一只企鹅，因为企鹅都会聚集在一起，但是我忘记企鹅的花纹怎么画了，所以它就变成大我嘴在鸟。想说，应该是这两个字，但我想说，什么是企鹅字？好，然后第二题是羊驼，对不对？对。好。羊驼，我真的只记得它的形状，然后他有猜出骆驼，一开始没有外面这一圈波浪，所以他猜出骆驼的时候，我就想说，哦，你猜对了那个字，所以我就画了绵羊的毛，让他去猜出羊这个字。其实你这比较像是就是一根手臂，然后拿着一个那个羊驼的头的那个娃娃的，哦，是这样子吗？哦，对，那很像啊，这样子。然后他的臂力爆发了，好，然后下一题是，我记得是小狗。好，对，小狗，小狗。好，这一题没什么就争议，没什么争议，对，蛮简没什单么的，争议。没有太多的想象空间。然后下一题是海豹。但是我看得懂，我相信他应该是看出了这个是海，对，因为我前面画过海。然后这样子一坨的对，然后想说，没有加，这次没有加脚，那应该就是海豹海豹。然后倒数第二题是，我觉得这题真的最难，我真的不懂你怎么猜对的。青蛙我自己也是不太会画，就我就想说青蛙，我就先画对个吧？大眼睛，结果发现我还是办不到，然后我就只好用这个来表示它的后大腿，然后我前脚还没画完，你就猜出来，我也傻眼。
这真的蛮像螳螂。对，蛮像。然后最后的最后是小猫。我觉得画出那个 弧形，然后跟你刚刚有回答过，然后加上这个小胡子，答就猜对了。但这样算不算有点就是小作弊的嫌疑？就是因为你说你刚才前面有回答过了，但我没有讲到小猫这两个字、啊、哦，有道理、哦。你刚刚前面有回答过了，哎、欸，都没有中，哎、欸，好，好。好，我们就没有惩罚。如果猜错了，两位都要接受惩罚。好，是这样子。OK， 那我先让张年老师写在纸上写下自己想要写的字。Okay. 好，我可以看吗？不可以。哦。那他等一下，我可以问他说他写几个字吗？可以。可以。好，来哦，来哦。这一题是为你出的。哦，嗯。好。好了，好，几个字？我想一下哦。好，九个字。哈？哎，你先不要慌，你先感受，感受就好了。来哦。写完了，再一次好不好？可以再一次哦。好，好，再一次哦。你先打破你的思维。好、哦，打破它。你先空白。好，来。打破了吗？打破了。好，来。九个字，对，其中有一个不是字，LOUISABCD， 太难了吧？都是什么？那我请江江老师公布一下答案。3.1415926。就说是为你出的吧。接受惩罚吧。我接受惩罚。三点。我确实有感受到点，嗯，但是哇，好硬哦，是吧？好，换你抽，我抽，好，看一下，是，来，狂夸对方一分钟，不能重复，那我们就是夸奖接龙哦 ，OK， 夸奖爆米花。你的项链好好看，我觉得你腿蛮长的。我觉得你的戒指蛮好看的。我觉得你黑的很漂亮。我觉得你白的蛮好看的。我觉得你的发根很粗。我觉得你的刘海很糊。我觉得你很温柔。我觉得你很可爱。我觉得你很有责任感。我觉得你很有灵性。我觉得你脚很大。我觉得你脚蛮小的。我觉得你鞋底很厚。我觉得你鞋底挺薄的。我觉得你的皮肤很黑，所以你的牙齿很白。哦，我觉得你的牙齿很白，但是因为你的皮肤很白，所以你的牙齿还是很白，所以你还是很厉害，牙齿很白。哦，然后我觉得你很懂得奉献。哦，嗯，我觉得你戴耳环很好看。我觉得你很搞笑。哦，我觉得你眼睛很漂亮。我觉得你的手环蛮漂亮的，手链。我觉得是不是超过一分钟？你把麦戴得很好看。哦，